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ext panel, China'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pioneering the path in creativit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ll be conducted in Mandarin. We do have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headsets available at the side of the stage. Channel 1 will be in English and Channel 2 will be in Mandarin.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moderator, Diao Hangyu, chief correspondent in Hong Kong, Yichai Media Group,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Four Paradigm and Huawei Cloud.我们知道呢，在近年中国的技术进步啊，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像是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呢，加速推进了数字化转型。那么首先呢，我想请两位嘉宾来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啊，就是你们做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呢？请张总开始吧。我主要是负责现在目前华为在区块链方面的产业战略，就是整体的公司战略在我这儿。然后同时负责现在目前新技术，包含现在目前的区块链。 Web3、元宇宙，还有现在目前的低空、石油素这种新领域的东西都在我这块儿啊，主要在这一块的内容。好的，好的。那么第四范式的余总啊，也请您介绍一下您现在的业务啊。对，第四范式呢是一家专注于做 AI 企业服务 Enterprise Service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我们大概到目前大概已经有10年的时间。 也是在去年，就是2023年成功在这个香港资本市场上市。我们早期呢是从金融行业开始，最开始的这些客户都是以国内的这些比较中大型的银行。之后呢，我们慢慢的把我们的业务拓展到了包括像零售、能源、电信等等。现在我们大概 cover 了10几个、20个不同的行业。整体来说，我们现在是中国以这个人工智能平台。 为产品去提供服务的公司里面，毫无疑问的市场第一。我们从18年开始，就被多家这个评级机构评为这个行业的这个 market leaders。然后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快速的去跟进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的迭代和更新。我们早期呢其实是以所谓叫 decision making。 智能决策为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但现在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基于 LLM， 就是所谓 large language model 这样子的一些产品。您提到您公司主要的产品是这个决策类的 AI 啊，可能普通的这个大众啊，对于这个决策类 AI 不是非常的熟悉啊。那么您可否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啊，是怎么样去进行决策，从而改变一家公司的运营模式的呢？ 好，谢谢。decision making 呢，其实简单来看呢，就是利用数据去发现数据背后的规律，就是 discover the patterns behind the data。那这样子的方式呢，其实是相对于传统的我们所谓叫专家规则的一个提升。那专家规则呢，就是基于一些行业里面比较有经验的所谓老师傅，他们的一些个人的经验积累，来去做一些决策。 那我们看到，其实，在很多的这些场景下面呢，人去做决策的颗粒度是比较粗糙的。所以我们呢，从这个其实创始团队吧，早在可能1314年就开始去利用 AI 加数据去提升我们去对这些patterns 的颗粒度的细度。 这个具体来说，其实我们的创始人最开始是在百度，在百度有个叫 Phoenix Nest， 就是凤巢实验室工作。那凤巢其实在主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传统的专家规则去做一些用户的，尤其是它网民的一些内容推荐，还有广告推荐，用 AI 的方式来去提升，那达到的一个效果呢，就是我们用 AI 去 discover 的 patterns number of patterns 大概能够比通过专家去 discover 这个 patterns 能够多万倍甚至是10万倍这样子的一个
量级的一个提升，然后所以会带来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准确率的提升。那同样的一个方法论呢，其实我们不仅仅在互联网公司可以去使用，其实在越来越多的偏传统的这些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基于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就是用 AI 能够总结出更多的比专家更精细的规则，然后能够去提升各个不同业务环节里面的准确率。像具体来说，在金融里面，我们早期最开始做的场景是做反欺诈，其实跟前面提到百度的这个推荐引擎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早期银行也是基于一些专家的，比如说这个他们对风控和这个欺诈比较熟悉的这些专家，他们可能有几十年的经验，然后manually 一条一条的去把这个规则写下来。但现在呢，我们会用 AI 的方式能够把这个规则的数量大幅度的提升那我们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能在银行里面获得一个可能三倍甚至五倍的一个准确率的一个提升，这个对银行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成本的降低。那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论，其实我们在各个不同的业务场景下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广。我们目前呢，如果按大类来看的话呢，会有三个大类的这个应用领域分别是 risk management 就是风控类的，然后还有 marketing sales marketing 就是营销类的，还有第三类的呢是 operating efficiency 做运营效率提升的这些场景其实虽然场景不同行业不同，但是我们背后基于的方法论逻辑其实是基本是一样的。可以大幅提高的准确率。那么关于 AI 的话题呢，我也想请教一下张总啊。那我知道华为云呢，它的 AI 产品有像盘古大模型啊 ，AI 开发的平台这个 Model Arts， 所以华为云的这个 AI 业务啊，是如何向各个行业来赋能的呢？其实我们来看的话，其实 AI 这块呢，有两个比较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 AI 从原有的这个智能感知，到 AIGC 出现的叫内容生成，然后从原有的单模态到多模态的这种转变。第三个呢，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从 AI 这块呢，从专有到通用。就像我们看到国内的话，像这个字节跳动做的那个豆包 AI， 它就是一个通用大模型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发现，在原有的这个 AI 的模式里面，它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在哪儿呢？就是 AI 这块呢，在未来两年内，在于企业的应用呢，有超过50%的企业会逐渐的把 AI 纳入到整个企业流程之内，所以说未来在企业的这个数字化转移过程中 ，AI 成为它一个很大的主流。如果要实现这两个改变呢，其实它需要解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目前在如果你要想做 AI， 那就必须要有对数据本身的一种这个计算，就它需要进行算力的这种改建，那它就需要有大量的很有便捷性的可以满足企业需求的这种算力能力。所以华为呢，在整个前面讲的这个云的模式里面呢，首先我们提供算力的这种算力万卡的这种算力需求，满足企业未来在 AI 算力上的一种满足。第二点呢，就是现在目前来看，我们需要看到的模型里面，我们看到从原有的 Model Arts 也好，还是做盘古大模型的 5.0 也好，其实我们现在发布到 5.0， 其实从原有的这种单纯的这种大模型里面，它需要有专有大模型，因为通用大模型它是一个泛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原有的，像我们看通用大模型里面，它会对原有的数据进行收集完以后做原有数据的编排。但对于企业里面，对于行业里面，它需要有专有的模型，比如说金融、农业、医疗、工业，它都需要有专有的这种数据，因为它是专有数据配合的专有的模型来算出未来这个企业里面进行演算形成它未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它的未来的模型必须有专有。所以说华为的那个盘古大模型面向就是行业大模型，就是我们推出行业在模型里面的这种使用。那第三个呢来看呢，就是企业呢，我们 AI 这块呢，大家发展这么多年 ，AI 其实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场景，然后呢，大家需要一个好的一个可以实现的场景。所以华为在30个领域大约实现400多个这个不同的场景的这种试错，是为了解决现在目前 AI 在这个场景里面能很好的改变。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在华为，在因为华为是一个深耕底层跟技术的一家公司，因为我们是做技术的，我们是做底层的，可能对于上端的应用呢并不是我们的擅长，也不是我们的重心。所以说我们也愿意和所有的这个香港企业一块儿，我们共同来携手这个
赋能现在目前 AI 的发展，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十二个字，那就是说是这个叫智赋万业，智算万数，智联万物。其实这十二个字呢，其实把原有的通过智能把原有的这个类似于行业，把原有的数据，把原有的这种物联，然后呢有效连接起来，形成整个一个 AI 的一个大体。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整个云 AI 产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嗯，您提到华为是做底层的，那么现在呢也是在海外啊，就是经常被讨论到的一个概念叫做全数字化，那么就比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构建啊，所以对于全数字化您的理解是什么呢？那么如果我们就说这个基于云的解决方案来说的话，怎么样去实现全数字化的过渡呢？因为以前我们大家在讲的都是数字化，就是数字化其实无非就是在原有的业务流程里面，我们通过一些技术能优化我们现在的流程，实现我们现在更优更优，然后实现我们的效率更高，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数字化的一种方式。全数字化呢，其实早期在国内有国外有人谈，但国内可能更多的把它换了一种词叫智能化，也或者是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全数字化的目标其实原则是说，它希望在整个业务的端到端流程里面都能把这个原有的这个数字化的技术能压到端到端去，而不是一段。所以它讲的全是讲的这个数字化的全的方方面面，是讲的这个词。那在这个里面它需要端到端来实现这个数字化。那端到端数字化里面呢，它其实解了四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就是需要整个端到端业务流程里面简单，第二个要智能，第三个要智能化自动化，第四个就相当于来说是安全。其实我们在所有的这个自动化的全数字化的模型里面，它是围绕这四个字来走的。那为什么要用云呢？因为我们以前都知道，大家可能用一台虚机一台服务器装了一个软件，大家也能跑起来。为什么要云？因为我们需要通过云把所有的数据进行联网，所有数据进行拉通，然后通过云的方式简化我们现在目前流程，实现原有的业务流程的简化，通过云的安全保障它现在目前业务的安全，通过云加 AI 的模式简化现在目前智能化的要求。所以说通过云是它一个根基，是所有全数字化的一个根基，有了云的模式的这种参与，才能实现全数字化端到端的拉齐。否则的话，单靠一台虚机，单靠一台服务器是没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嗯，那您觉得目前来说，我们比如说这个中国，或者就您所在这个产业来说，这个全数字化进展到哪里了呢？其实原则现在目前大家可能更多谈到数字化的事情，还端到端数字化、全数字化这种模型呢，其实大家认为未来目标是这样，但是可能在很多企业也好，包括一些政府机构也好，在全数字化里面还在不停的完善。应该是在就是原有的信息化这块时代已经过完了，现在全数字化时代呢在不停的补足。所以还是面临一些挑战的。对，这个反正这个道路还很漫长，大家一块来进入。对，那么关于全数字化，我也想请教一下于总啊，那么您觉得这个 AI 是怎么样在全数字化转型当中发挥作用的呢？对，其实那个我觉得刚刚张总已经讲得很全面啊，可能我稍微也从我们的这个AI 和行业落地的这个角度做一些我们的一些分享。其实我们首先呢是肯定是相信未来这个数字化的程度肯定是会快速的不断的提升，而且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过去十年里面我们在国内的这个不同的客户去做服务的过程当中深切感受到的。我们最开始其实是从银行开始啊，那银行相对来说是它的这个基础设施，比起其他行业会更完善一些啊，但其实陆陆续续我们刚刚提到，在零售、能源、电信等等这些行业都取得了很多的进展。这个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自己的技术在提升或者我们的能力在提升，其实更主要的是依托于整体的这个 ecosystem， 它能够把各行业的这个数字化的程度不断的去提升。那未来我们相信这个过程是会持续这个演进的啊，而且有一些行业呢，我们觉得像银行啊，包括零售啊这些，一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另外呢这个企业的革新意识也比较强的，可能会比其他行业能够更早的进入到这种所谓全数据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那如果真的是以一个完全数字化并且智能化的一个方式去运营公司呢，作为我们作为一家这个 AI 的科技企业啊，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对企业的
potentially 的这个变革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像新一代的所谓互联网公司啊，像尤其是像 ByteDance 包括像拼多多这样子的公司，其实他们很多的内部的决策是完全是由这个数字来去决定的，而不是由人去做决定的。所以就是机器在越来越多的场景下其实是在取代人去做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决策，而且他们的这个数字化的程度因为比其他的传统行业要高很多，他们的本身的业务其实就基于数据的，所以他们的一个业务模式是在一个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一个互联网化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运作的模式。往往呢这些企业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目标指标，我们一般会把它叫北极星指标，就是 North Star 这样子的一个 metric。 那基于这样子的一个 metric， 它内部做的所有的算法的迭代都是为了去提升这个所谓的 North Star 这个北极星指标。像比如说头条可以把它的UP 就是每个用户贡献的收入作为它的一个 North Star metric。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内部的算法每天在迭代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不断的去提升它的这个 UP。 UP 为什么对它这么重要呢？就是如果它的 UP 比起它的竞争对手是一个明显的优势的话，它可以在低于它的 UP 但是高于它竞争对手的 UP 上去做获客，那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是在亏钱的，但是它是赚钱的。所以类似的呢，我们觉得其实如果我们的这个数字化的进展会比较快速的话，有更多的行业会进入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治理结构的转型上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一些相对传统的行业去定义一些它的业务的最核心的这个 North Star Metric， 然后基于这个 North Star Metric， 我们去不断的去用算法模型基于它大量的这些数据去做迭代优化。那可能每一步的每一个模型的迭代它带来的效果是很 marginal 的，可能就是一个1%-2%的一个 improvement， 但它可以在这个长时间里面快速的持续性的去迭代，那这个累积下来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提升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其实觉得未来其实所谓 AI 对企业的这个影响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其实也包括在企业治理甚至在企业的这个运营当中会产生更大的这个 influence。 那么张总啊，我们刚刚谈到这个数据啊，我想跟您探讨一个数据流动的概念啊，就是我们谈到怎么样去促进人工智能的有效协同，那么数据流动是不是一个方案呢？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目前做人工智能呢，其实大家看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数据，就是我的数据是不是假的，是不是真的。然后呢，如果要是你的数据量不够大的情况下，你根本算不出来你要的结果，人工智能根本没有产生的现在目前价值点。然后呢，刚好国内现在目前在搞这个人员数据流动，数据流动作用在哪儿呢？就是你的数据不在于你的自身，而在于大家可以共享这个数据，可信的共享这个数据。当你的数据拿出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包括从医疗也好，金融也好，能源也好，所有的行业都会围绕这个数据形成它本身 AI 能产生的价值点。如果数据不流动，AI 形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根本出不来的，就是它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撑，就是形成这个无源之水，它没办法形成它自己的价值呈现。所以说呢，这个数据流动一定会助力现在目前 AI 的发展。没错。我们现在是身处香港啊，所以这个跨境数据也是一个我们比较关注的点啊。那么内地呢是在推动这个数据的跨境啊，所以您觉得这个数据跨境能不能给香港的金融市场带来新的活力？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在推现在目前的跨境数据，而且希望香港的数据和内地的数据进行互联，包括内地的数据跟未来的新加坡，然后呢包括一些这个城市进行相互联。为什么要互联？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贸易过程中需要进行寄托这个数据，因为有了这个数据以后呢，你会发现在原有的港贸就它一贸易过程中，我们通过海关的话，如果早期有相应的这种数据进行拉通，如果这个数据是可信的，我的整体通关效率会比原有的纸质报关单的通行效率要大成一倍以上的这种效率呈现。然后呢，包括你的港口的货物只要过来之前，只要证明你的货物采集合同合理，
你的报关顺序就会原则上就会大大提升你的报关的效率，然后呢包括你的运输节约你的成本，然后你的通关效率的本身的成本也会降低。所以数据那块呢，在我们国家里面，为什么在跨境贸易里面首先首指的是航，就是类似于这样航运的贸易系统为主，因为这一块的系统对于数据本身的跨境流动要求就很高，而且它需要有多方，包括海关、物流，然后呢包括政府的一些信息，相应的这些信息拉通，所以这一块的是吧，所以跨境贸易、跨境数据流动是促进未来对于香港的跨境贸易，对于香港的金融来看，金融业务来看，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嗯，所以对于香港经济也是有非常大的价值，好的助力，对，有很大的这个想象的空间哈。对的。我们谈到这个金融业，也想跟于总来探讨一下，就是决策类的 AI 在香港金融业发挥的作用都有哪些？您可否也给我们去分享一些案例呢？对，就是香港呢，毫无疑问，它作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在 AI 和这个金融相结合的领域里面，我们觉得是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和前景的。首先呢，我们觉得因为香港有这个来自全球各地的这样顶级的金融机构，那这些金融机构不管是它本身的这个业务能力，还是它的这个科技的一些创新的能力，都是在全球最领先的。那我们很希望呢，其实能够助力这些最顶尖的金融机构啊，能够在 AI 的这个大的浪潮下面，能够把这个AI 加金融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呢本身其实在国内包括也在香港啊，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面，其实积累了非常多的跟这个金融科技相关的一些优秀的落地实践啊，这些实践其实已经是在我们很多的不同的银行客户里面反复的被验证 proven 是非常有效的啊。那这样子的一些实践，我们觉得是可以有机会帮助到一些香港本地的这样一些金融机构的。那另外一个层面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觉得其实现在香港也在大力的去提倡啊，包括这个互联网银行，还有包括 crypto 啊，这样子的一些其实是更基于数据的啊，这样子的一些金融业务。那这里面呢，其实 AI 能够发挥的价值会更高啊。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互联网银行，它现在的这个员工的数量已经是非常少了，比起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些银行，它的可能这个 retail banking 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前台的业务人员去服务客户的。那很多 digital banking 其实基本上所有的流程都可以在线上去完成。那这个呢，一方面本身这个流程里面会涉及到各种不同的一些 AI 技术的应用，包括像 facial recognition 啊，还有包括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 KYC 啊，就是 know your clients 的一些背景调查 DD。啊，这样子的，还有包括怎么能够在远程去做一些客户的问题的解答，以及引流marketing， 这些其实都是这个 AI 在国内其实已经实现的这样子一些应用场景。那这些应用场景跟 digital banking 或者一些基于 crypto 的这样子的一些金融服务机构，其实是能够很有效的结合起来，并且去大幅度提升他们的效率。然后此外呢，我们觉得香港本身因为它的这个金融科技的属性和这个在全球的这个地位，我们也觉得如果能够我们成功的在香港去实践出一个这样一个 AI 加金融的一个试点，未来其实这个是可以进一步辐射到更多的海外的区域和国家的。我们相信其实香港在全球的影响力非常强，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通过我们在这边，当然也包括众多的全球的科技企业，优秀的科技企业共同助力香港，能够把香港的这个金融加科技的在全球的这个领先性能够奠定起来，这样子帮助香港在全球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也希望这些企业能够未来更好的去服务全球的更多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我们最后五分钟的时间，也想请两位来展望一下我们的前景啊，就是您可以从各自业务的角度出发，展望一下您觉得未来会看到哪些的创新，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改变呢？不如请张总开始吧。然后你如果说创新的话，现在确实这个以前的时代，我们最多的时候说的是这个 ID 时代，
IT 时代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呢，变为 DT 时代，以数据时代。然后呢，随着这两年呢，其实 AI 时代其实已经开始来了。那 AI 时代之下呢，我们其实发现很多创新，包括我们说的脑机接口 BSI。其实脑机接口的话，其实里面它也需要有人工智能，就是在未来的所有创新都是以 AI 作为底层来做的。那第一波呢，就可能像脑机时代里面 BSI， 它解决的是什么？它解决一类特殊人群，就比如说在医患里面有一些人，他需要通过脑机来实现他人身体的一种补充，这一块就本身需要人工智能。那第二个呢，像 eVTOL， 像我们现在目前在国内的话，珠海和深圳那边做了这个叫垂直电动飞行器，然后呢这一块呢国内叫低空经济，本身它这一块的这个飞行的预估和因为它分两层，一层是原有飞行器和下层的互联，那第二层呢是原有飞行器在空域中的一种智能化的这种防撞，它要去让防撞系统，它需要有防护，它需要有预警，那这一套系统也需要有人工智能这种介入来帮助它在原有的这空域中，在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中来实现现在目前低空这种飞行的安全管理。那这是两个典型的一个创新。那第三个呢，其实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包括马斯克做的这个模拟机器人包括现在国内现在推出了大量的人形机器人，叫智能化的人形机器人，它已经抛出原有的机器人的这种理念，就是它可以服务你的家庭，可以做菜，可以购物，可以代替一部分的人。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现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切入到现在目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这个工作中切入更多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包括自动驾驶等等这类创新呢，都会形成以 AI 为形成的这种核心。那从华为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想的是把底层的这个技术只有做实做安全，那你上面的 AI 这块呢，将来才能附着于更多的应用，才能有发展，才能有创新，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形成一个未来 AI 的发展迭代。好的，谢谢。有请于总。对，就是总体来看呢，我们觉得 AI 的技术的变化呢，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可以把 AI 看作一个个的技术的一个工具包啊，我们能够把这个工具包里面的产品做得越来越丰富啊，包括现在大家这个接触非常多的 LLM， 其实是很有效的把这个工具包里面的一些能力补充进来。那未来呢，我们相信本身技术的进步会是持续快速的啊，即便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也只是刚刚开始，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不同的这样子的技术和工具的出现啊。那我们在做的一件事呢，其实更多的是把这些工具能够很有效地利用起来，去完成客户的他的一些需求啊。那因为我们本身是做企业服务的，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也想在这个 enterprise service 这个方向上面去分享一些我们对未来的看法。我们觉得 enterprise service 呢，在历史期间其实已经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这个变革啊。第一次呢，其实是以像 Oracle、SAP 这样子的公司，他们在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 digitalization， 就是把传统的可能是 paper based 这样子的一些这个企业的管理，改成了一个基于数据化的，因为他们比如说帮企业构建了一个底层的一个数据库，那这样就可以有效的把这些日常的这些经营能够 digitalize。 那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其实它为企业服务打下了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二个时代呢，可能是像这个 Salesforce 这样子的公司啊，他们其实也为企业服务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革。我记得我之前看过那个 Salesforce 的那个 founder 叫Mark Benioff， 他写的这个一本书啊，叫 Behind the Cloud。 这里面其实就是提到，就是他其实核心的初衷呢，就是想把企业的服务的这些产品全部都放到云上。给他灵感的其实就是像亚马逊啊，他觉得其实亚马逊上面卖的是各种不同的商品，那其实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在上面去卖各种不同的企业服务，然后让客户呢可以订阅制的形式来去使用。而这个其实也对企业整体的这个 enterprise service 的行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前面可能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有大量的这些 SaaS 的公司这个快速的崛起啊，而且这个其实也给整个行业的这个模式带来了一次变革。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是处在 AI 去
带来企业服务第三次变革的这样子一个时间点啊。我记得这个这个 NVIDIA 的这个 founder 黄总啊，他在这个 GTC 的 conference 上也提过，未来 literally 所有的现有的企业服务软件都会被 AI 用 AI 的方式去重写啊。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啊，因为 AI 在企业服务端其实它真正能去产生的价值，我们看到其实是在 C 端啊要大很多的，比起 C 端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并且正在有幸经历用 AI 去带来企业服务的第三次变革和第三次浪潮，这里面带来的不管是商业机会还是对整个社会的这个价值提升，我们觉得都是非常巨大的。好的，也期待 AI 未来可以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啊，感谢张总和于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也感谢各位台下的嘉宾，谢谢。好，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Hangyu, and our esteemed speakers.